举办成家无限好的记者会，最主要是我们举办让青年朋友可以认识异性的一个活动。我们总共有八个场次，每一个场次都是精心的规划，让大家都会感受到非常的惊喜的一个活动。第一场是4月8号开始，一直到10月份，有八个场次。我们欢迎所有的青年朋友一起来。每个节目你有参加的话，都可以参与抽奖。这一次我们有这个飞机票可以抽，所以欢迎大家一定要来哦。平常在忙工作都没有注意啊，但当了县长之后，常常有人会提醒，所以每次有这个情人节活动，我一定会跟我太太讲说：“情人节快乐！”也祝福大家情人节快乐。